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收睇 BC Game Channel 啊。咁啊，今日啊，咁啊，1月29日啊嘛，咁啊，龙珠啊 ，Dotcom Battle 啊，就嚟咗呢个4周年啦。咁啊，睇一睇佢嗰个 movie scene 嘅，即系个版头个片头啦吓。啊，揿错掣喺呢度。哇！個片頭啊，睇完啦，咁就4周年啦。咁啊，4周年咧，佢今次咧就唔係懟手指啊，係揸住個四星龍珠個爺爺俾佢個粒啊，但係呢粒係黑色噶。咁所以眾所周知啊，就係關於 GT 版嘅神龍啦。呢次就係咁啊，今次嘅 event 咧都比較多噶。咁啊，4周年咁啊，逐個同啊大家介紹一下啦。跟住之後咧就。再同大家抽下呢个4周年嘅券啊！咁啊好啦，咁啊落翻去边个系咧？豪华 line up 唔系豪华 line up 系啊，惊天动地呢、這个好感谢制系嘛？啊唔系 doc 啊谢制系 OK anyway 好啦，咁啊惊天动地嘅大冒险啊4周年啊，究极 doc 坑谢制咁啊正式开始咗啦，咁啊4周年咁啊。7日前開始啦，咁啊佢就開始就你每日 login 咧就送5張 ticket 俾你，咁唔知道大家儲齊曬嗰30幾張未啦？咁啊另外依家開始都仲有每日1張可以攞到嘅，咁就係轉頭會介紹俾大家睇下點樣攞到噶啦。好咁啊，第一樣嘢就係1月29日啦，咁就日本時間3點之後 login 之後咧就有頭先個片頭畫面睇噶啦。咁啊，相信大家都應該都睇曬噶啦，應該都啊，除非你未 lock in 嘅啫，一 lock in 就應該睇曬噶啦。咁好啦，咁第二樣嘢就係咧，每日神龍 lock in bonus 啊，咁啊佢每日 lock in 咁就有好多嘢送啦，咁啊有送嗰啲 ticket 啦，跟住之後有送嗰啲老界王瞓覺嘅老界王啦，跟住有老界王神嘅覺醒章啦，諸如此類啦，好多嘢攞噶啊！咁好啦，跟住之後第三樣嘢啦，咁就4周年紀念大冒險 mission 啦，同平時之前嗰啲 mission 其實大同小異啊，咁多咗，即係感覺上簡單啲啦，即係譬如你用15體咁就可以攞啲嘢咁樣啊，另外跟住就打埋撒旦嗰關新關啦嚇、啊。好，跟住之後啦，嚟到啦，跟住之後就講頭先嗰張啦，咁啊 SSR 嘅4周年 ticket 啦 ，ticket 嘅抽啊，抽蛋啊。好，跟住之後就嚟緊係究極 Dragon Ball 首集之後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嘢送俾你，轉頭由佢出去講解一下。其實呢集大部分都係介紹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留心聽落去啦。冇嘅可以 skip 咗去睇後面抽扭蛋。好咁啊，跟住之後6周年 con 啦，跟住之後就到時好多嘢換啦。咁啊換咩？佢依家暫時仲未講嘅。好，跟住之後4周年嘅 selection 夠。神龍石第7彈啦，咁啊有19張唔同嘅卡，就關於以色極限 battle 可以提升啲人物嗰啲換嗰啲啊，咁又得一粒，咁啊今期我換咗就加比特嘅，好跟住之後啦，貨金版嘅 premium 嘅超龍石第3彈啦，咁啊就有啲更勁嘅。入乜俾你換嘅啦？咁啊，當然你貨金先有啦嚇。咁啊，跟住之後亦都唔少得啦。計上面就講就話龍石就超過癮啊。咁就買龍石啊，100個咁就送龍石超龍石3啊，最多係購入2次嚇、啊。好，跟住之後孫悟空係咪孫咧？個孫嘅孫啊，總之唔理啦。超級賽亞人孫悟空 Junior。極限意識覺醒，冇記錯，佢應該係可以 dock 翻去 LR 啦。之前睇過嚇，係啦。
好，跟住第十一密语啦，基路大活跃啊！咁啊，关于就系 G T 版阿包揾到嗰个机械人啦，啊，都几搞笑下噶。好，跟住第十二日就系每一日一次嘅特别篇啊，咁啊，你打完之后咧就可以有四周年嘅抽奖券啦，扭蛋券啦。啊！呢、這个就系舞蹈会开始啊！撒旦之后嘅继承人系边个呢啊，好，跟住之后啦，第十三款啦，就系四周年纪念啦，就阿包嘅秘密冒险啊！阿包嘅秘密冒险，跟住之后咧就系可以将阿包密封版啊，密封版就变做 L R 啦！哇，其实都好多都将会转做 L R 啊！好。大亂戰啊，二點零第十一次啦，咁跟住之後 Boss Rush 啦，跟住之後另外仲有其他物語復刻啦，啊好多 GT 最主要都係 G 龍珠 GT 版嘅復刻啦。好嚟緊啦，大家都應該感覺上好興奮啦，等多兩日啊，等多兩日咁就係星期四啊，日本時間五點鐘啊，咁就啊唔係 sorry 係星期四啫，冇寫幾時開始啊，呢個係去到三月五號嘅五點鐘啫 ，www.confess 啊，即係應該又係分開兩個彩蛋池噶啦。咁就一邊就抽孫悟空，一邊就抽西四比達啊，兩邊都抽。咁啊，今次唔知係咪會有 LR 版啊？咁啊，期待緊嘅啫啊，應該係啦 ，LR 乜嘅嚇，咁啊 Dokken 覺醒啊，新 character 嚇。咁啊，超收四，超西四，哇，讲晒粗口嘛，超西四啊，孙悟空龙啊，超西四啊，比达啊，好，咁啊，嗱，因为我就有超西四以前旧嗰个力属性嘅孙悟空，咁但我冇速属性嘅比达，咁啊，应该我就会抽比达先嘅啦，今期，好，跟住继续落，哇，其实好鬼多，其实但系都系重复啦，咁啊，类似系呢啲不思议抽啊，通常都唔抽噶啦。咁就 SNS campaign， 咁你就求其去個 Twitter 寫啲嘢啦嚇，跟住之後就其他屬性抽啦，跟住之後三年優特別 mission 呢個係哇去到二月九號有牌未到啦，總之係去到二月佢有個特別啦嚇、啊，星期六日一啦嚇、啊，三年優啦嚇，咁啊就有廿一粒龍石攞啦，咁啊跟住之後 Super Battle Roll 啦，跟住之後其他潛靈。覺醒啦，跟住之後啦，都好緊要啦。呢、這個 event 物語復刻係孫悟空 Junior 嘅，冇佢你就打唔到嗰個意識極限，係咪先？好，跟住之後亦都一樣啦，意識極限意識 battle 又開始啦，咁亦都打緊嘅其實嚇。咁、啊、另外 at 嘅時間縮短由五分鐘變到三分鐘一下，咁啊其他都係繼續落，都係冇乜特別嘅啦，都係可有可無啦，個人感覺嚇。啊好，咁啊介绍完呢度啦，咁啊介绍翻嗰个龙珠啦，咁啊呢个龙珠都轻都要介绍一下嘅吓。好，跟住之后啦，就究极龙珠啊收集啊，這个咧就系要靠全部人打日版啊，這个系介绍日版，唔系国际版啦、啊。日版全部人一起合作去完成嘅 mission 噶、啊。好，咁啊最主要咧就系、是玩呢个基路作战嘅基路大活跃嘅系啦，咁啊第一粒啦，一星珠啦就系点咧？咁就基路就440万体就系加入，咁啊我当有几多40万人玩紧，咁啊40万即系每人有10只，咁都有机会就已经有呢个噶啦，一星珠噶啦，应该就唔难嘅，应该一日到就有噶啦。因為我都已經其實玩緊啲嘅啦，我都打咗成3隻嘅啦已經，咁啊即係大氣住玩啦，咁但係有啲人癲噶嘛，唔癲啊，咁都係多謝努力嘅玩家啦，係咪先可以令到我哋有繼續唔同呢啲嘢嘅。好啦，跟住之後第二星珠咧就係基路嘅潛能40000體啊，即係40000個人有 100% 解放啦嚇，咁啊40000個人。有依張卡都唔難啦，40000個，因為我打武林大會就排40多萬嘅，啊，即係我都係 h 打，咁大武林大會排40多萬，咁啊斷估依一粒應該都唔難攞噶啦，應該係啦。咁啊，因為最主要咧就兩款嘅基路，即係其實都係覺醒前覺醒後嘅啫嚇。好啦，跟住之後繼續玩啦，咁啊依啲係關於其他嘢啦，咁啊 Dokken Battle 其他嘢玩嘅，咁啊第三星珠就440万以上嘅收益，
系啦，咁啊，另外四星珠咧就系四周年 mission 444万以上达成嘅，咁啊都系嗰句咧，其实大家夹粉每日都 clear 啲 mission， 其实都好易过嘅啊，讲 mission 444万啫，咁但系你一日都几个 mission 啦，系咪先？系啊，好，跟住之后咧就五星珠啊，系咪啊？二三四系五星珠啊，五星珠，点解佢啊？我以为五同咁样嘅添。唔記得咗啲，唔係星星型咯，點解咁嘅樣？記錯？唔記得啦，真係。好就4444萬回以上嘅 stage clear 嚇。好咁啊，六星珠啊，六星珠啊，4444萬嚇睇以上嘅敵人打到啊，咁所以盡量都打多啲唔同嘅關數敵人打到多啲啦。咁啊，希望佢係連埋意識極限 battle 嗰度都計啦，因為你嗰度可以。无限打咁就系咁啊，投咗30次，咁你赢完之后继续上去都系无限打噶嘛，系咪先？好啦，最后一个啦，咁啊感觉上都好多噶，就系烧体啊，全员啦吓，系4,445万啊，啊44万啊，4,444以上消费嘅，咁就。攞曬啲嘢，大致上就係咁啦。雖然入邊啲嘢好似誒冇乜特別有用啊，即係雖然第一個加15点啊，加15格係比較有用之外，咁啊當然啦，各潛能珠都好有用啦嚇。咁啊誒，睡眠老界王都好好啊嚇，大界王都好好啊，其實好多都好好嘅。好啦，跟住再輕都介紹埋少少其他嘢啦。咁啊，哇，都講啊講啊，都講成10分鐘，真係一輪咗係咁講。好，跟住之後啦，咁啊抽獎呢度 con 呢度啦，咁啊大家暫時都忍一忍，好似仲未有嘅呢個。咁啊我睇睇佢幾時開始咧？係啦，之後公開預定啊。咁啊忍一忍手，唔好咁快抽啦。咁就每五粒龍石佢就送一個 con， 咁預一個 con 咧就可以換到唔同嘅嘢。咁啊，但係佢未公開有啲咩嘢你抽嘅，咁但係。暫時一人冇抽龍石啦嚇，咁啊等佢開咗呢個 con 抽就抵啲嚇。佢話有超強的 character 可以加入噶。見到呢張旋風啊，呢張係 LR 嚟，呢張應該係整之氣啊，整鬥氣啊，定唔記得咗啦。咁好啦，咁啊武林大會呢個一日一回啦嚇，咁啊有 ticket 送啦嚇，咁啊包嗰個都係啦，每日一日一次記得玩啊，咁啊跟住之後可以。攞到阿包嘅覺醒章，咁將佢變做 LR 嘅嚇，咁啊嚟緊遲啲呢個幾時開始啊？呢個冇記錯，好似又係星期四嘅，應該都係啊，唔係喎，聽日10点就開始咯，咁啊即係轉頭可能都有得玩嘅喎。會唔會寫去到星成點啊？这个旧的这个这个旧的刚才说讲错了，我以为是有那个什么东西，原来不是把它变 LR， 总之 anyway 不要紧啦，记错了，刚才讲错了，不好意思啊各位啊，好 anyway 那么不理他了，跟着之后当然最重要的时刻了，当然抽了一些免费券，等先，睇出出翻去先，睇下仲冇得攞先。真系唔記得咗孫悟空 Junior 之前打過，我唔記得咗添，真系打完都唔記得咗啫啦。唉，冇記先。嘿，大會約，哎呀，15次啫，都系打咗。好多都仲未打，好多 mission 都，哎呀。anyway 唔理啦，咁啊跟住之后嗱，超西四未开始抽，得39张嘅，咁啊武林大会都有啲 ticket 嘅，咁啊抽武林大会先啦，定系抽咩咧？梗系抽武林大会先啦。真係需要一張張抽，真係。
哎，无太斗啊！好，继续嚟表。叮叮，抽到啲乜嘢咧？其实咧，我比较蚀噶，我好想抽翻嗰张嗰张魔鬼嘅嗰张，嗰张系魔鬼啊！嗰张，至于出超必之后有机会令人哋即死嗰张咧，我之前抽中咗佢两次嘅，但系嗰阵时唔识货咧，卖咗佢啊，食咗佢啊！跟住之後一路都抽唔翻，真係嬲到爆燈，真係。唉，真係唔想要嗰時又唔嚟，想要就冇，係咪先？呢啲嘢係咁噶啦。誒，有比達喎。咦，都系怪怪风嘅。哇，一张 SSR 都冇今次。好，咁我抽埋依边先，抽到 SR 喎，有天津范比达，你下面，你下面，哦，仲有五次，有时抽呢啲咧，好想快啲抽完。但平时嗰啲咧就唔想咁快抽完嘅喎。啊，始终嗰啲石就做得好辛苦啦。虽然呢啲话就话即系免费，但都系自己打翻嚟嘅，都 OK 嘅。哇，好悭啊，大五。舊版龍珠的武林大會版啊，唉，都是抽不到啊，我充氣彈跟住之後，陣間有冇機會抽到 LR 咧？我想其實個腦一路喺度諗緊，好碎。其實個腦一路咧喺度抽，雖然抽武林大會版啦，咁但係個腦一路係諗緊四周年抽到啲咩咧？係啊，有冇機會儲到五百石抽到多啲超細四咧？太斗，咦？后面仲有一张嘅，好 ，last 一张，但仲有另外一边，但唔理啦，另外一边唔抽住啦，啊，连呢边唔中嘅可能系好事嚟嘅，对我，留翻啲运喺嗰边，留翻啲运喺嗰边，哎呀，
点解咁嗌噶？即刻拍即刻！哦，都系普通嘢啫。哦，呢边抽晒。好啦，咁啊必中 SRSR 确定咁啊，呢度仲有两张。抽边边咧？望一望先。呢张好似有，呢张呢张我都有。其实呢张我唔好想抽，真系。麻麻地，我唔想抽，算了。好，唔好理啦。四周年抽奖券，好，你直接开始。嗰啲唔抽啦，必中。哇，好嘢呢，咦，有布欧喎。哎呀，有彩。你唔变超西三嘅，好，杜拉格斯，哇！呢张好似系，哇！即刻出布欧，好，菲布欧，好，哇！啲饺子你都有份啊 ！Oh my god， 好，两张杜拉格斯。好，继续，剩咗四张，即系我今次抽35张，系啦，剩四张就留翻迟啲先再抽啦。因为嚟紧一路都会有机会可以再攞多啲，因为唔会因为嗰个撒旦嗰个啦吓，我留翻下次先再抽埋佢啦。哇！呢張 GT 都有排抽啊，肯定有排攞啦呢啲。哎呀，唔會冇機會啊嘛！好似都幾服下喎、啊。你睇下，點解都冇嘅？鬼仙人，哎呀呀，哇，好多，哇又嚟，好，仲有四，仲有20只。哎呀，但系佢冇彩喎、啊！哇，又系你度啊，即系 pick up 啫，都唔得咁多噶。哇！喂，你第四张都会唔会又系你啊？連續三張，誒、欸、有新 data， 你一打到搞到我窒曬，
有啲咩新嘢？唔搞嘢啊！抽抽下，更加喺度弹晒、窒晒机咁样，你咪搞轻机啊？你窒咗条龙，哎，应该又系成堆道阿格斯啊，挨得啩？哇，系，阿鲁华咧有杜拉格斯，唔系第二隻嘅，净系得杜拉格斯。你明明有第二隻噶嘛，出去望望。嗱，你有撒旦，你有比达，中国啲绝气呢、這个。Talkie Talkie 絕氣絕係咪先？哇！你呢啲中確率氣絕，哇！呢啲氣絕人幾鬼勁？唉，點解你抽唔到呢？咁、又被打。我哋嚟会合体添，天真烦，唉，搞到冇晒心机，唉，紧要，哇，即系其实话好未完咧，其实听日咧，即系过两日咧，又到第二个 game 又月尾啊，哇，系。而家個月尾真係有啲心動啊！真係好想快啲抽。哇！咁多張淨係得一張 SSR 嘅，抽得中啊，好困難添。我哋要揾人，我哋得我話你啊，有啲唔同啊。我话你哦，喂，我唔系啊嘛，你我话你出杜拉格斯，你我唔系啩？哎呀，屌，白骨饭！哎，两张喎。出到兩張都已經唔會再有啦，得翻一張剩啫。啊！我啱先話完你得一張，而家即刻出多兩張，其實算係開心嘅，但係啊，依兩張啊，好咁，我剩翻嗰四張唔抽住啊，我一張有毛嘅呢張，咦、欸？我有兩張啦，我都冇升佢，我都嫌佢廢。有冇用嘅咧？冇乜用我都覺得。啊！依張 Seno 嘅 ，Seno 嘅 ，Seno 嘅，依張好似都有，係咯，有幾張我都，又係未升。要升你呢、這個？好、哦，但係依個我有，依、這個冇，但係都。唉，你有心机识呢张，觉得麻麻地，睇下 course 15定几有限啊，系咪先？
好，咁啊，既然系咁啊，抽埋最后两张必中券啦。咁啊，抽呢边先啦。其实今日都一般运气啦，不过抽唔中。依度你咁惨，好你 S 三中，诶，呢张力比特好似冇喎，呢张。系咯，冇呢张，不过呢张好普通，十九 course。哦，咁啊，既然呢边好似啲卡冇乜点抽过，抽呢边啦。最后一张 SSO 咩咧？哇！最后一张你出超细衫喎，真系。哦，达尼斯。喂，呢张又系 cheap 嘢嚟，呢张。喂，有几张？咦，冇噶喎，呢张未中过喎。收埋先，好啦，抽晒啦，咁啊冇晒啦，不过好啦，咁好啦，咁啊多谢大家今日收睇啦吓，咁啊呢集大致上其实都系预告，都系讲紧四周年纪念有啲咩特别啦吓，咁啊希望啦过多两日。咁啊，佢正式出嗰个超西四孙悟空同超西四比达出嚟之后咧，咁啊再抽俾大家睇啦吓，希望嗰时真正希望有啲运啦吓。当然啦，免费券冇运我又唔好介意嘅，当然抽到梗系唔开心啦。不过今日都系叫做唔系抽到噶啦，系咪先吓？咁讲真，用咗咁卅几张、卅五张抽得嗰三张 SSR， 咁啊都算系麻麻地噶啦。好 ，anyway， 咁啊，多谢大家收睇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小弟，希望大家俾个 like 我呢条片吓、啊。另外，希望亦都希望大家可以追踪我嘅 Facebook， 同埋继续会订阅我嘅 BC Game Channel 吓、啊。都系多谢大家收睇啊吓、啊，下一集再见，过两日啊，31号，拜拜。